两包，两包都要来无？两包，大哥要啥？毛豆皮啊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啊？豆乳鸡皮来。 大哥，毛豆你买两包好不好？你摕一千块哦。哎，这套定价给七块，两包二三包二四包二，来五包六包两包。你处理一下先。来，毛豆两包。白米啊？两包啊？两包啊？一包两包拢无要紧的啦。你今日要食虾啊？要食肉质啊？要食白鲜拢讲啊，拢上好滴。哦，后壁来买啥？卡香，哦，三杯鸡的啊。来，卡香三杯鸡的。是。 这我家己做的品牌哦，啊，恁会当食看吗？小弟真正袂恁食过吗？这种二至三人份的哦，叫人点。这我家己做的哦，这我家己做的，我开半年时间做的。来，先停啊！用我收了，我来。塔香三杯鸡，袂香袂香。里面有用姜蒜头九层塔，然后还有做调味，然后搭配大块的鸡肉。 两至三人份，我的品牌哈，我先甲恁大家挂一下保证的，吼，我逐工出来拢会讲一句的，只要恁甲我买我的品牌，无好食退钱，讲来到做会到，毋是货有问题哦，无好食我退你钱，全部三个客钱，无好食做你甲我讲，我钱摕你，无第二句的，两百免六百五百，三杯计先加先赢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来，上先我一届，吓，就是咱的三杯计我甲你做，我甲你做的，来三百块，咱们就三百了。 来，过来，来，你好，啊，请坐。来，你还要食啥好讲嘛？我家己毛做麻辣锅、毛做牛肉咯，我毛做糖醋，迄个，迄个啥物，幺冬，哎，帅哥，来，一包一包小小啊，一包好食，你买买，阿姐，哎，一包小小啊，好食，这啥物？豆乳鸡啊，有人要食豆乳鸡无？来，两包我了。来，一个啊。 两块，两块，这个牛肉，两块，这个牛肉，平常伊昨下无买着，伊买一千个，哎，一张啊，特别一千个无半。哎，这豆乳鸡四包两包了，足好食啊，之前的羊一包好少份咯。来，大家好，好，快处理。来，两包够要来无？豆乳鸡，一包剩五十尔。够，好，谢谢帅哥啊。够来要买一包的无？来一包啊。来，起起啊。现在叫什么？一包拢有啊。来，头前帅哥，恁你一包。来，小姐。啊。 而且帅哥，咱无买着，这一件同行都走来买，比较水的，一千个，来两个，我甲你敬一下，水的这拢好哩，这一包反正黑尔，一千有人要食哦，大理石有，大家头前个人个过者要啉凉的，啥物啊人过者，因好，我这都天真无，来，帅哥我来敬水的哦，同好来敬敬过的。 两千，拢有啊？来，好，先别。来，过来要食啥？你来要食啥？都好讲。大地蒜梨来买一箱啊，大地先来买一箱蒜梨了。啊，刚你等人卖了，吼，今天去去去，伊同我吃收掉啊，早早来无，变来我若卖了，你就遐物件莫去后边。来，过来要食蒜梨的，来五包，有人要食无鳕鱼？这大地蒜梨，这大龙虾的，有人要食蒜梨无？ 来五包，有人要食无？这一袋五包，两袋五包，三袋五包，四袋五包，来先开钱，这袋够你五袋五包了。啊，这后壁先来讲，来五包，有人要食蒜梨的无？五百块鳕鱼啊，这种真的蒜梨拢好食，这袋够你，哦，这袋够你。这两个咱两包，咱当加这蒜梨都好食，两包。来，我这边加些，我两个。两袋好你啊，三袋好你，四袋好你，来五袋五包。蒜梨够有人要来无？蒜梨拢有够人要买啊？少的三包嘛，无要紧啊，我拢卖勉强的啊。 有啊，啊，收，来，要食啥？汤包啦。汤包。汤包。足济面，吓，要食啥好讲？我后壁一堆汤包，阿姐要几包？两包。两个。哦，这边也是。汤包百五了。两个。哦，两个。汤包最后两包百五了。 我来汤包，点汤底看嘛，真正好食。啊，到人要新化保利龙，保利龙有人要来无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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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给青蛙啊，冇有啊，来八千啦，我教你个来穿一下，冇用，八千来一下，一个你开一块苹果，来，毛巾毛巾你买叮当咪叠了，来我倒货，我送倒来，你做当的啊，倒货倒货倒货，来八千那边是顾客了嘛，三百了嘛，三百了。来吧，这条两百只哦，三百够很好了哟。三百两百只，八只来哦，再够你啊，再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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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拢变成么收人，打成新开始个啊，两百了啦，来两百了啦，凊彩啊，来两百两百只八只来哦，很好哎，这上天啊，哎呀，这很高路啊，这八只顶不过来啊，两百个要八只来哦，两百块，两百个要来哦，有啊。真是，过来买啥？我说这做饭用啊。我说，好了好了，我来。我来呀！哦，这也有香的。我给你绑，给你绑。来。鱼饺的呀？什么鱼饺？鱼肠的呀。哦，好，鱼饺我买了，鱼肠啊。鱼肠要吃这一百了，这要搁啥物啊？一百块。一包了，要吃鱼肠的。一包了，要吃那个鱼肠。再给你一包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安尼一包好了。两个。鱼肠一包了，要来无？一包了，一包了。一包够要吃鱼肠的无？一包拢有了吗？有了啦吼。来个，来个，啥物？哎，大阿姐，来个，来个，啥物？来来，恁三个，恁三个好啊。恁好，我恁三个我卖啊。恁人家拢避暑，都无啥要点菜哦。哎，恁家人要食这无？这月亮花枝虾饼上好食上俗的，三百五百，免啦爱食两百块内底是把菜市酸菜汤，食无飞机虾啊，我替你吃。一人摕两包糖的，三包糖的，四包糖的，先给钱的先呀，两包两。来两百块，来买两包芝士，这上好吃。两皮哦，七包两百块呢，便宜又好吃啊！我安尼讲，两百块要吃月亮花枝虾饼无？拢有啊，到来要一百个无？要试吃啊，拢无要紧，自取啊。嗯，大皮也是，这一包来买来无？一只要摕三十块。啊，到来要吃咸鸡吧。咸猪肉，两百只哦，咸猪肉，用煎的，用烤，用炒，拢有三百咯。你鸡腿无好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你，这条搁你。来三百，上面只哦，三百块。来好啊。这卖十几年哦，这卖咁可以无？三百要只哦，咸猪肉。来两皮。三百咯，一条搁送，一条搁。阿雄。哦，阿雄，这来过海，你搁真正哩好咯，真正。你搁喊我连共款嘞，我冇变咩？坦白吗？嘿，海你讲着。奶王包，奶王包，海龟蒸啊！你若食这咸猪肉，真正的甲配海泥羹，绝配，绝配，真正绝配。你若配金牌就袂着味啊！这个咸猪肉袂好食，配海泥羹才是好食。三百就好啦，我用海泥羹煮的。三百，到人要买两条百五食看卖无？好，来谢谢，收起。来，买站买西就爱买这啦。这啦，这好吃啦，这拢袂了了呀！来鸡腿啊，来要吃三百五百，要拿两百了。这个泰式柠檬的鸡腿，吼、哦，用煎的，用烘的，拢会冻。吼、哦，三百五百，要两百块尔，两百块。有人要吃鸡腿无？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。来，我这边。我卖两百块，这三支搁送你，来两百块而已。个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两百块。来两个。这个泰式柠檬也袂，真正好吃。三四来个，来六、来七、来八，两百块了。个人要吃鸡腿的无？来两位，是迄两位啊。来，加一个两位咸鱼，两位几尾个？几尾啊？我卖几尾哦呢？一尾行价两三百块，你无行看嘛？我卖来好吃，他也卖三个钱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又要吃啥？拢爱讲好嘛？对啊。这真正若几尾，你几片行价啊，上百几块，这若大尾，这像这行价一尾起个五三百嘞。
这卤味这保养的这拢袂咸的哈，不会死咸的。你若食这无够咸，你要变一个倒一个胡椒粉来混，唔免1800、500、300了。这条搁送你三百，这条搁来，这条搁来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你。上千块钱，我搁加一条哩。好，收钱。300块上面只卤味青鱼，300人要来无？来个毛管。这三条我会留啊，搁送你。这样加6只冻鱼啊，3个了啊，300块包顿。来，我边啊坐。送来，恭喜。来两个，这两条点着无？哦，来哥，这些哦，等我一下哦。300块要来带。两个。这个套餐你上我后面了。后面有无？我先给上来。来，大家等。300块要来无？以后凊彩下个卖用一台。300块要，以后食未了，要300块要食看卖无？这两碗这白咸做好吃，阿嫂人要红梨。来这边包。你要红梨啊？你要红梨嘛？你要红梨？就个，那我们包皮去。